肖战即将要播出的综艺《动梦之约》中的穿着，又引起了粉丝的一波讨论。真的是，谁能想到卫衣外面套半袖衬衫还挺好看呢？不得不服，肖设计师战的品味真独特，但又特别好看。果然又高又瘦的穿衣服都好任性，要是小编穿就是一个球。你说他是不是为了拍不同的物料换衣服方便啊？夸完了，看看不一样的吧。那些年肖战奇奇怪怪的穿搭，救命，小编真的以为是穿着红衣服打着黑领带，其实是肖战红衬衫下面穿了一个高领黑毛衣。这个更绝，化妆师想把毛衣扯上去，肖战的心里就是想露个肩膀。看这奇奇怪怪的造型，这大油头造型，东梦之约奇奇怪怪的战战，哇，明天我们就能看到冬奥赛场里面帅气的肖战学长了。肖战东梦之约预告，让每一位人都可以走进国家体育馆，走进奥运，去体会人人奥运的这样一个精神。还有，怎么会有人戴了口罩和护目镜之后还那么帅？明晚和肖战一起了解冰球这个体育项目。冰球的魅力在于，冰球是世界上速度最快也是最令人兴奋的集体运动之一，拥有快速的比赛节奏、高强度的赛场对抗及技术平衡能力和体力于一身。记得锁定北京卫视，明天晚上约起来。没有运动细胞的我也要努力学习运动知识。还有，此刻CCTV8 在播《斗罗大陆》，特别精彩哦！今天就分享到这里了，我们明天再见吧。如果各位小伙伴喜欢我的话，可以点个关注再走哦，我每天都会更新的哈。